麻烦打听一下，我找吴干事。进来。麻烦打听一下，我找吴干事。我不认识你。我是舞团201排的，我叫。你们连长叫啥？郑金贵。哦。我爸爸病得厉害，半身不遂。那你得回家看看吧。我刚从家里回来。哎，老吴，小胡啊，哎，回来了。给你打一下。练的咋样？哎，不错呢。还是好呢。你看我办了这个手续，你给我看一下。对。缺东西不缺？那些账目全部都改了，应该是不缺了。行。先放到这儿，有啥事儿我让练练跟你说一下。哎呦，那真是多麻烦的。没事，你看这从城里面带来点东西，你这你留起用啊。你拿回去，你这捡歪了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这事情还是多麻烦的。哎，留着用，留着用啊。好好那个，好，你忙呀。行行，好，再见啊。我能帮上忙就帮忙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你还有事儿没有？我想打听一下申审判困推。咋了？家里的人病得厉害，要人照顾。连里头知道吗？有连里头介绍信没有？我刚从家里回来。是这样，只要是你父母啊，不管是谁病重，只要是不能自理、特殊需要照顾的，咱们都可以申请病退混成，但是是有一定规定。得有你家属所在地地区级以上的医院诊断证明，还得有你家属所在的单位、街道、派出所的介绍信，还得有你申请人本人所在连队的介绍信。把这些手续弄齐以后呢，到咱们团里头来领表，领完表回去填完，再到你连队全体民主讨论通过，再交回团里，咱们团里头再正式批准啊。哎呀，很清楚啊，咱们组织上对咱们知青是很理解的。咱们从大城市里来支援边疆，是不是家里头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困难，但咱们是有一定条件啊，不是说谁申请谁都能办，清楚了吧？知道了。哎，你叫啥？叶星宇。哦，好。叶星宇，从今以后啊，你有啥不清楚的地方，有啥困难需要帮助的，尽管找组织啊，组织。顾小头，喂，顾小头，师傅，师傅，等等啦，师傅，等等啊！师傅停车，师傅停车。去那边太挤了，我进不去啊。还是我来吧。贵嘞。还好那个下面坐得开。
那你还是底发吗？谁敢睡？那坐上面吧，师傅。赶时间啊，革命工作都要赶时间。那可不是赶革命。谢谢你，要不然我今天就回不去了。刘思萌，气团五人呢。哎，你还是抓稳一点好。我叫叶星宇，舞团的。叶星宇，那我们就算认识了啊。你是江对面的阶级敌人，你们舞团的执行啊，偷鸡摸狗不流氓，偷猪还给猪吃还没有，打架又凶又狠的，我们都叫你们阶级敌人。从哪儿回来啊？昆明。干什么去了？探家。家里都好吗？都好就行，这年头就这个身体好。不愿意说就别说。那干嘛回来啊？时间到了，回来也好，我们俩一路嘛。有这条信吗？有。我们俩一块儿了，他刚从昆明回来探家，我采购刚好碰上了。不想说那么多。刘思梦是哪个？哎，哎，是我。下车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了？真娘，你问题大得很。不会吧？不会。哎，高子，天气那么热，一车让你带一个呢。你们可以走了。陈少仁呐，只言边疆建设，听不出陈少仁。城里面的这个人，城里面怎样啊？城里面就没坏分子，就没得反革命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这个介绍信有问题，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。少废话，跟我们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你不让我过去，我回去总可以了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不，行李，行李。快点，看哪？我靠！去也就回来。舞团二连叶星宇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特别好看。不骗你。走走走，我真认识。哎，走走走，听我说，哎，走。
我真是行。哎，坐，哎，坐，别坐，别坐，哎，坐，快。一个叫刘思萌的吗？怎么了？下午在关卡被扣了，用假介绍信还跑了。有的新知青啊，就是随便，竟给兵团丢脸了。我上车的时候幸亏有他帮忙，要不然我今天就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饿了吧？哎，等一下。回去再吃吧。现在吃，回去你就吃不着了。你也吃啊。我在家吃过了，你多吃一点。行吗？给大家伙留着吧，赶紧回去吧，晚上还有会呢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就算出了院也得有人照顾。现在对我叔叔跟我婶婶能抽空去管管他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跟你回家，你爸拿棍子追出我老远，我鞋都跑丢了。那会儿你爸身体多棒啊！你妈去世这话就不行了，就是见他显得更老。苹果，听一下。啊。在家的时候，我挺惦记着你们的，你呀、啊，魏红啊，林珊啊。咱们这个集体啊，是给惦记。是我惦记你。哎，一会儿到了驻地，别忘了跟连里报道，就说你按时回来了。啊。哦。下雨，山洪冲了连里菜地了。那他也不该把那个河里边的石头来煮汤给我们喝噻，还说是鱼汤。别着急，明天就出来了。
能走路，救人有点不太清楚，大小便都管不住了。那天在医院里，说不走就不走了，在楼道里又拉又撒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人老了，都这样。我爸不老，是被打的，吓的。袁立国跟你说了吧，团里下了一回生指标，这每个连队也许能分到一两个。他没说。没说？你没说倒好。啊，也许啊，他怕你惦记也是白惦记，就这么一个半个指标，他不又得打破头啊。这一阵儿啊，这有个知青天天往团部跑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，听说。哎，别瞎说人家，没瞎说。金玉，你可不许去跟领导乱搞。讨厌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你那么好看，我是舍不得让你回城，想跟你在一块儿。去你！快别想去。也就我敢这么夸你。袁立国对你说过吗？那帮男生敢这么对你说？有人敢？谁？睡觉啊。昆明都替我吃了啥子嘛？臭豆腐啊，过桥米线啊，张安镇的汽锅鸡，还有红烧蹄膀。没时间。哎呀，叶新玉，那你等于没回家嘛。没事，你什么时候才有出息啊？出了个早工，走吧。立国啊，过一阵子我想……我知道。
不属于这个地方。谁都不属于这个地方，我们是要这个地方属于我们。我也知道你爸爸需要人照顾，最近团里下来一批回城指标，连里都可能分到。我想都没想过我出身不好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身，可是我们可以做到做好，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领导信任，让群众支持。你可别泄气啊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你。就这吧，这质量不错。你看，你觉得这好吗？嗯，我觉得很好。行，你觉得好咱们就买。哎，那得买多少啊？来两个。打打看。我想四尺吧。大刀。拿烟，拿烟。哎，我踩没，我踩。东西，嗯，我砍着刀。哦，从这儿了。砍着刀，砍着刀，砍着刀。你哥哥我肯定要拿最好的。我哪来的哥哥？要多少？要那么就拿一条了吗？我们开张发票。哎，苏的。卖东西的。嗯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拿个牙膏看见。三块钱。维护林新玉啊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小三，小美个，他们闹了，小美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等错人了。哎，就是三个了个，嗯，三个，嗯，三个，我帮你送他嘛。拉个稳你了，老子也是咱们的。上次找你去发生什么？
那你告诉我，这买发糕的钱是哪个给的？哎，这么多大老爷们在为难一个孩子。老李，关不住，滚！老李，我没难为他，连累买猪的钱丢了，回去没法交代啊！哎，刚才看见他在街上用大张的钱赶着买发糕吃的。大球大哥，老李家大哥在这去也用大球。闭嘴，狗屁！找你家长去。哎，我就是他家长啊，先放了他。哎，先还钱再放人。先放了他再说钱。哎，你站。你说话算数吗？当然算数。小杂种，真是小杂种！我的哥！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别打了！你住手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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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住，哥们儿，你们俩一块儿了。谁给你？对不住，哥们儿。走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他就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帮我上车的。没事吧？新宇，那是个什么人呢？大白天的又偷东西又打人的。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打架了，是因为哈，阿亮的人跟吴丽又打架了。魏红，啊，你们去告诉连部。哎，走。哎，站住！你站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听，我现场就不作风。听我说，我是为什么？作风，站住！放开他！叶排长，你放开我！我认得，我以前做过对不起大家的事情，当时嘛，就怪大家帮了我的忙。为我挨了打，我不管咋说是条哈子，我就不相信我们干不过他们吴丽。走就从刘思梦看他的眼神，就该好好收拾收拾他。走！叶排长和司副长留下来，其他的人把我滚回去。凡是打架的人，从明天开始军训三天。预备有，行。行。预备有，行。行。预备有，行。行。预备用枪，停！预备用枪，停！老秦，你们不是来打架吗？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棍子，你们打呀、啊！
不要以为到了边疆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思想没有改造好，说什么干什么都不有用。看帽柱，开山垦荒，种小脚，都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思想没有改造好，改造山河有什么用？不有用，还是修正主义那一套。哎，魏红，车不去，就是不去，就让我去教扫盲班，我才不去，要教小孩还行。都长进，教一帮大叔大婶笨死，教一万遍他们都不会，还让我有耐心。你还没怎么样呢，他们先急的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哎，星宇，你脾气好，你替我去吧，知道人家我去说。山上我那么累，教小忙班都找人休息休息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教了一个星期我就知道了，身体上累点算什么呀，现在让我去军训都成。回去有空的话就练习练习，下一次我要检查的。小野老师不用找温习了吧，这次我们的鸡蛋拿哈里面了，再说温习也没得用。为什么？一温习我们就直流口水，肚子就咕咕直叫。好，大家下课。下课了，下课了。老弟，有人让我带你去嫂嫂。谁让你带我去找他了？刘思梦让我带你去嫂嫂。他在哪？就在林子里。好一会儿要挨你家，喊我带你去找他。他要跟我说什么？认不着，反正他让我带你去找他。我不去，你去跟刘思萌说，我不想听他说话。可以，你不想听他说。老刘家你不去，喊我这个给你。哎。啥都吃个，还有。你咋个想嘛？都怪我，害了大家又挨打又被罚。对，这个事情不算完。以前我倒是听说，一伙知青跟公社上的坏人在一起干坏事，所以我们这次行动。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争斗，而是为民除害。我看呐，今天晚上我们再组织一次，年龄肯定想不到我们有这一手。哎呀，你要是我们再组抓回去，你们这条命应该还要了。
快在那里管他。叶经理弄来的。快说吧，等我来。快点事，快点快点。咱们九过年了吧？吃就是了。死我死我死我死。天蒙我眼睛就是个女人，比如让我们连那个女生把刘思梦从屋里引出来，引到一个什么地方？要得。那个刘思梦一看就不是啥子好东西，这个办法对她绝对有用。那你去，你到五连把她引出来。我是不去哦，我又不是女的。我提议啊，我们连。哪个可以把刘思梦引出来，帮我们二连出气？团里不是有一批回城的指标吗？这个指标就是他的，咋个样？要得要得，可以可以。那理想，我们刚才说那些理想呢？丁贵。丁贵，我开玩笑的。林山，你们瞎说什么呀？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。走。刘思梦他在哪？这边。哎，敖婷，到我买老刘叔。说什么？屁大的孩子就爱看人家洗澡。你多大啊？53岁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帮洪春平上的人干坏事？你说那些人啊，他们确实知情。你们是心打开东西，老子还跟骂你，咱把过瞒了。你不说，不瞒不说。哎，阿弟，待会买老李说，我本身就要到那事情了。好，我不说。你们里面还是熬夜就好看。什么啊？骨头噻，龙的骨头。是化石。
恐龙化石，几千万年前的一次流星撞击，一次火山爆发，一次冰川，也许是地震、泥石流、干旱、疾病，反正他们被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凝固住了，就像时间长河里的一个转弯，一次跌落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咱们早晚得变成这个样子，到时候啊，就真叫扎根边疆了。刘思蒙同志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我啊，哎，你吃，那是我刚摘的。刘思蒙，我来不是来吃野果的，我是想告诉你，由于红春皮事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，我们连里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，所以现在就躲在这树上逃避责任，这是极端错误的。啊，可能这是你一贯的作风吧，但身为一个知识青年，你应该有勇气站出来接受批评，承认错误，请求同志们的原谅和帮助，在广阔的天地中继续锻炼自己。刘思蒙，虽然你在长途车上帮过我，但这一次你应该也必须为我们连的人做些什么。我听说你有话要跟我说，你现在说吧。你跟他们说咱俩的事儿了？我跟你之间有什么事？没事儿，当然没事儿了。我是说，别因为这件事儿影响咱们之间。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好影响的？还有别的说的吗？要没别的说的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躲在这个树上。但是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勇敢一些。再见。再见。我也不渴了，你咋不得了？我没躲起来。那天要不是他们那么多人信打我一个，也不会有后来的事啊。我跟洪春平那些人根本就没关系，我让他们把钱拿回来，他们当然不敢不听了，是吧，狗屁？胡子，刘思蒙是洪春平老大，他的话哪个敢不听？你胡说什么？谁是洪春平老大？哎，你不是在外边人家你是洪春平的老大吗？我还说你是洪春平老大呢，你是吗？我早晚是洪春平的老大。你把他们放下去，我听的时候就烦。你进屋里。我才不管你们在洪春平上的事呢。反正我们连的人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不会不可了，天要下雨了。一般你不会回家时的安天还是要偏东的，偏东不罢，不然我们人口不罢了。你只能干你工业，请多工厂，不经历啥样的运动的天空的话，有什么力量把其他三个人不占到我们后方？再加上，请多工厂。有一个理想，我们大家都在为之奋斗着，那就是按需分配。当我们实现它的时候呢，共产主义就实现了。而我们今天离这个理想太远，怎么办？刘思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们周东时期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大步？打架那天，你身边那人是你男朋友吧？嗯。看着就是好人啊。
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快一辈子了。青梅竹马，那你们都不可能再喜欢别人了吧？不可能。可我喜欢上你了，就从你那天拿行李跑了开始。我要是骗你啊？骗我什么呀？你骗吧，这有什么的？反正我已经告诉你我心里怎么想的了。前面的路我认识了，谢谢你送的。师傅，请问你看我们两个人有情缘吗？有缘是缘，无缘也是缘，有情是情，无情也是越高深的话听起来越像废话。刘思萌，我觉得你应该也必须向大家承认错误。哎，后天赶街，街上见。定国，你别着急。星宇昨天走的时候跟我说，他一会儿就回来，可能是下雨再来躲雨了吧。定国莫急，等会儿可能就回来了，真的。别着急。还是找吧。魏红，你们几个人跟我到山上去吧。行。林山带着人到镇上。啊，对。哎，老田，你带着人到驻地周围再找一找吧。好。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要着急，大家分头找，但是不要走散了。最少有两到三个人，好吧？嗯，好，交代。是和他在一起吗？那天罐头也是他给的吧？嗯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找他是因为指标的事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店长说，困顿灰城的指标已经下到连里了。是哪儿那么容易拿到手啊？林山他们只是说说，不能代表全连。以后别再去找刘思萌，没有用。我知道你想回家，想照顾你爸。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他没欺负你吧？刘思萌这个人还没你们想的那么坏。要是他能到连里给我们承认错误的话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不用，反正以后别去找他了。以前我也反对，可是今天晚上林山他们说了，你要是能帮忙打了刘思萌，那你就是为了给予的利益立了一大功，他
他们就可以借着这件事儿去帮你争取回升指标。再说你爸也确实需要人照顾，他们南志清说绝对不会让你冒风险的。心女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。那你不想回城了？我不想让他们打架，万一把人打坏怎么办？同志，你不是喜欢上那个刘思萌了吧？你胡说。我想让他给大家认个错，这也是为了集体利益啊。他答应了？没有，他说后天去公社赶街，让我在街上等他。我们酒店的夜行鱼的周围，刘思萌一出现我们就上，打完就跑，不是，是撤退。等他的喽啰们还没反应是咋回事，我们已经跑了，速战速决回来，我们就跟大家说刘思萌是叶星宇引出来的，确实也是嘛，是吧？他跟我们二连出了气，回城的指标就是他的。吴长城，严排长，反正回城我们也没得希望，这个指标跟哪个都一样。对，你们看哈，凭关系我们连里跟上面有关系的人多得很，我们咋个也拼不赢，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事情。你们哪个也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听见没得？杨排长，以后你可得跟星宇讲清楚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。红啊，哎，待会你去哪儿？随便转吧，我跟着你。哎呦，卫生纸还有肥皂。买那呀，同志，那个不买。为什么？那个是避孕用品，买避孕用品需要结婚证证明，介绍信你给有。谁规定的？魏红，星宇，我没有。我们每次在一起，林珊她总想我。我怕你不想回城了。星宇，好像不像你。家里要人照顾，我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个弟弟，回去了连我睡觉的地儿都没有。星宇，别去。去养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们是来对付刘思萌的吧？哎，哎呀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别跟着我。你今天不来了呢，来，这还有一个，拿吃吧。打扰。臭流氓，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以为我会喜欢你啊？别做梦了，接
星宇，起来吃点东西。定国给你做的，大家也是为了你。叛徒。受伤了，下午收工回来的时候没人扛一颗龙珠下山，魏红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身上还插着猪根，我听得流血，在长乐医院呢。魏红让我告诉你，一天三五，别生他的气。早中晚都要抽血，一天三次。早中晚都要抽血，一天三次。早中。都要抽血，一天三次。你不让回家吗？这是介绍信，你听着他就可以了。
明天我想去团部一趟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跟我跟大家说别再为我争了。为什么不争？你不想回城，你不想照顾你爸了，你不是说你不属于这个地方？现在我袁定国决定这所有一切，包括你。你放开我！为什么？从七岁到现在14年，难道我就不如一个小偷吗？啊！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？为什么他可以我就不行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救救你一辈子？
狗屁，老刘去哪了？真的，你非要打死他干？不是，双阿姐要走了。凡是弟妹幼小，以本人年龄差距大于12岁的，可以申请。凡是独生子女以及父母任意一方患有重病无人看护，可以送交上一级领导部门批准。这个就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知识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了。啊，这个领导越是爱护我们，我们就越是要扎根这个边疆啊，巩固边防。啊，现在已经有几个人送这个申请表下来了，我念一下啊。一排的叶新宇，二排的刘明云，三排的华晴田啊，还有炊事班的费学峰，我们可以表决一下啊。同意一排叶新宇的，请举手。我拿图书馆的报纸还有邮件。你可是新来的。嗯，那是我拿走了。这么多啊。是啊，私人帮一道，这个报纸也厚着了。签个字吧。哦，这什么呀？雕塑啊。雕塑。嗯。哦，叶新宇吧。哎，那个，你以后就会知道了。我这个人呢，还是很开放的。可是咱们这儿是个学校，是个育人的单位，所以呢，应该特别的注意。你说是不是？我看看这到底是个啥呀雕的，是嘴唇。嘴。嗯，你以为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哪来的？朋友送的。男朋友给。别放这儿啊。这样。你好，我叫连云，老管理员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新宇，我回城还没找到工作，就先到这儿来了。你慢点吃。好好好。来，阿姨吃饭。今天是咱们星宇和定国大喜的日子，咱们是不是敬他们一杯？好，来，白头偕老，谢谢，还要早生贵子哦。Thank you.
天就排到这儿，明天演出的时候，希望大家保持现在的情绪。解散。走啊！谁谁谁，等我一下嘛，那哎，新宇，告诉你，我被录取了。恭喜你！哎，你们整天这么唱，傻不傻？你呀，也该为自己想一想。我挺好的，走吧。嗯。回来了，星宇。嗯。妈妈，我家爸爸画画了。小雨一点不谦虚。为什么要谦虚？你看爸爸画的一点都不像啊。看。不像吗？还是小雨画的好。来，爸给你重新画一个。喂，星宇，星宇，我回国在北京办画展，请了个假，不，逃出来了，在昆明停留一天，明天回去。星宇，我想见你。嗨，这怎么样？你干嘛？有份资料锁在我柜子里，馆长让我去一下，他马上要用。带着伞啊。嗯。爸爸，我改好了。妈回学校，那我跟你去吧。不，小雨，你在家陪爸爸，妈妈去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嗯。小雨，过来。外边下雨呢，跟爸爸在家等妈妈啊。好。全情况到了，全程到的啊。
全听到的呀。他非要和我睡在一张床上，我马上给他抱回去。不用了，去往小区中我回来七岁到现在，我觉得只要我能让你幸福，让你好，我这辈子一直都在追你，追生活，日行事运动，可是后来越来拉得越远。没有
对你说那天晚上的事儿，因为我妒忌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后悔，是定国让你来的吧？
汽车站，本族毛主席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有拆封瓦银南艺、腾冲、宁家、片某、冷泉、亚迪、尼都底、祥银、天堂、静海、土仔黑、九六一、红旗、边陲、泥泪、固旧、沙抓寨、梅里、平边、金沟、翼龙、四二九、开眼、银湖、昭中、理想、新店、根楼孔、盐水光、文安义、湖口、独流、老范寨、喜抹、红营、孝瓜、西阳、锅炉厂、折竹、耳园、丙中路、德基、柏林、花角、下朔、解放、根狗、小毛罗、地锅、诺斗、茶兰、德哲、猪肝、母酒、溪流水、地狱、方猛、诺天、太平、菠萝、花香、茶露、紫雨、稻麦地、向阳、绿枝镇、小湖、边家、黎明、道门开、仙人、五福、跨炉、蚂蚁堆、木瓜、黑桃林、李桥、明朗、乌木寨、新生、陆喜平、基督、独美、昭春、太极、哲理、湖平、严某。我们查图汽车站，本着毛主席要斗思批修的教导，希望广大工农兵群众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。